闭关了。闭关了？啊，闭关多久？有跟大家透露一下嘛？要休息这样子。良好心情的话，过完年后接受你参与的面，努力的面后，家属对害人向你道歉，其实有遗憾，我心损害他们，拿到我的地址后，哎，辛苦你们这样后，锲而不舍。可是你们需要资料，那我能提供就是这些，按你们法庭上都看到了后，祝福你们。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们不是大家都在讨生活，然后所以我没有怪你们啊，你们怎么写的怎么样，是啊，不要太写的太难看就好了，然后谢谢，非常谢谢，拜拜，然后改天再聊，有机会的话我一定闭关。